那我们现在用的这支是这个雅马哈的这个 DM 一零五啊，我们这个是麦克风二啊，我要上去。喂，回啊，可以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，好，其实像这样，那我把回音把它关小，好，回啊，现在回音要关到最小，好，关到最小是这样。那这样，现在这个音箱呢，现在这个声音呢，是从这个黑白这个喇叭出来的这个声音，好，是这样子。还是手机会暂停我们，啊，大概听到是这样。那么回音把它开大，啊，在这个左边这个旋钮，啊，第二个旋钮把它慢慢大。大家可以听到说，哎，好像回音就变大，啊，回音就变大，啊，这是回音最大的时候，那麦克风也是开的比较大的时候，啊，这是雅马哈的 DM 105。这个是雅马哈的 DM 305。我们到麦克风一，啊，音量也开到最大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，啊，它的声音是这样，啊，不大一样，啊，跟刚刚那个105的声音啊是有差异的，啊。这个是105的音量啊，的声音大概是这样。这个是305的声音啊，两个是不一样的，啊，大家可以感觉一下。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啊，这大概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继续呢，把这个我们继续我们这个回音机的介绍啊。我们看到的这个是近摄的这个画面哈，我们从这个然后近摄到 Apple TV。那如果你近摄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像声音会有间断或者不良的时候，有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再开一下手机，或者重新切换 WiFi 啊，或者有时候你的这个小米盒子啊，或者你的这个安卓机呢，有一点传讯不好的时候，也许需要重新启动一下啊，这都曾经发生过，是说大家可能要多做一些尝试啊，让如果说音讯有断讯或者是不良的时候，这些机制也许要重新插拔一下这个各种插头，检查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已经这个进到这个天籁 K 歌的这个 APP，那我们现在就为大家示范调整音量。比如说，我们把这边调小，向左边旋转，这样电视机的声音就变小；向右边旋转，电视又变大。啊，可以从这边旋转。那这个是回音大小，这是麦克风音量啊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能完美无瑕，是否依然为我时时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，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？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你说真情总是可以从头，真爱总是可以长久，为何你的眼神还有孤独时的落寞？是否我只是你一种寄托，填满你感情的缺口，心中那片森林何时能让我停留？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最深处的秘或许我不该问，让你听着心脏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。
只是心中枷锁，该如何才能解脱？好，这就是让我们简单的示范。那我把眉关小一点哈，那眉关小一点哈，这样子，这样我们比较适合。那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照网红天空上有关于这个星光歌后 HDMI 4K 回音机的一些接法，还有一些可能要注意的事项啊。谢谢各位。